这个作品很有意思哦，乍看之下很像是毛衣，就像毛衣对不对？你看它细致的材质，可是我跟你说，它是纸。这个作者是男生，这个人叫王雷，存在于周遭的纸张，不论是报纸、卫生纸还是宣纸，他都拿来用创作的材质，挺有意思的。我刚以为，远远看以为是挂个毛衣干什么，走近一看才知道，嘿，其实蛮好看的哦，很有意思哦，居然是用纸做成的衣服。看不出来不讲的话，你好细致哦。可是如果一下雨的话怎么办？下雨的话就糊成一团了。这颜色我都蛮喜欢的。这两件我比较喜欢，其他的不喜欢就不拍了。